现在量取长度哈，根据我们量取的长度，第一根管30.5啊，第二根管43.5。第三根管14。第三根管36.5。先上直通，好，第二根管长度30.5。这个就是弯头，好，第三根管也是一个弯头在直管，第二根管啊，43.5。43.5，这个弯头。
6.5。好，安装完毕。安，就安，剩下的就按这个开关了啊。好，作业结束。